小薇活了1000年，才学会了如何爱一个人。认识的邻居都被挖洗的妖怪害死了，挺可怜的。出门注意安全，别再带着心伤回来了。小薇曾经听人说，无论多晚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而亮的地方，才能成为家。我不是在等裴蓉姐姐，我是在陪你。黄生哥哥，我看最近小薇一直跟着裴蓉，很想学剑，不如我教你。黄生哥哥，我怕伤到你。你果然是妖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的心。叫你哥哥可好？王生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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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再让你杀任何人。王生用尽最后的力气逃走了，村民搜寻数日没有结果。小薇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，或者说他像是变成了一个人。他曾经战无不胜，坚不可摧，但如今却脆弱的让我有些陌生。小薇开始写字、练剑、怕寒，他变得越来越像王生，但再像又有什么用呢？他终究不是王生，王生已经不在了。